前脚脚尖，后脚脚掌，大腿后侧，膝盖脚踝同时向前，前脚的位置就是下落，弯膝，屁股要往前送，不要在后面，都去给予到前面和前脚。当我启动的时候，反而要想前腿的伸直和前腿的推动，那回归到右腿。那我前进的时候，反而要想后腿给予前腿重量，所以才会产生前后的这个荡，前腿推，后腿给，前腿推，后腿给。好，我看到大家的脚在这里移动，不要移动，扎实。膝盖的位置，我现在是在我的左，然后经过中间，对吧？然后到达右，再回到左边。高位的时候，同时两条腿，手保持长线臀部 ，up one 圆的 ，up two 高低圆的，经过高低圆，高低圆，高低。